好的，当我们完成了主体的马甲的一部分之后呢，就要进行袖子的编织了啊。袖子，你看，我提前给大家织出一个啊，它袖子呢两个呢是一模一样的，对称的，而且啊，所以我们就拿它来完成的第一个呢，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鼓励我们的一个小部分啊。然后我们要开始织另外一个袖子啊，两个袖子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大家看，起针的手法教过很多次了啊，就是大家给它打一个结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我们要给它起16针啊，一定要记住这个数字，同学们啊，16针。我们上来以后呢，这算是第一针，然后2、3，要用细针来起。你看粗针和细针放在一起，你就发现了啊，我们要用这个细针来起啊。现在一共是3针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好了，好了，起完这16针之后呢，我们要给它翻过来，用另外一头的细针来给它织正针的这一面啊。大家看，另外一侧依然是用细针来织啊。看，第一行织正针，第一行对大家的速度没有任何要求啊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在织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针数，不要出问题。当完成第一行之后呢，我们再谈速度啊。要区分好啊。还记着我们之前织那个底边吗？同样也是在完成4行之后才会有换针以及加针的动作啊。好的，我们的第一行16针已经完成了。第一行非常不好织，但是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之后，第二行就非常容易了啊。第二行依然是按照原有花纹，我们要给它织反针，还记得吗？反针这一侧为了区分，我们会给它别上一个别扣来提醒着我们，一看到别扣，同时看到另外一个线头也在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给它织正针啊，要给它织反针啊 ，sorry， 就要给它织反针了。我们要一共向上织了4行之后才会有其他的变化啊。现在是马上进行第3行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袖子的编织方法。我提前织好了一个袖子，大家不用担心啊，那是因为两个袖子一模一样的啊。把这一行正针完成之后，我们到反面再把反针那一行完成了，那么就该开始换粗针，而且有加针的动作要操作了啊。Sorry，
的，我们马上就完成了这一行反针的所有的部分啊，还剩下最后一针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啊，我们要在织正针的这一行换粗针来织，同时呢要有加针的动作。加针就很简单了啊，大家看，我左手呢是细针，右手呢是粗针，上来以后我就要加针了。大家看啊，绕线拨出来，依然是啊，在它的后边这儿啊，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，对不对？进入了这一针之后，再绕一下线。好了，这时候你要再数一下啊，你的左边、你的右边这粗针上有两针 ，one two， 对不对？这时候你要需要在第一针的这个位置啊，把第一针的给它套上，只套上第一针啊，然后给它扣好了这个别扣，提示你我们已经加过一次针了。然后其他的位置啊，按原有的数字完成。这时候要提醒大家啊，因为之前针比较细，所以大家可能会拉线拉得比较紧一点，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，因为你是粗针了，所以要保持住你的长线的松紧程度要一致啊，不要太用力拉扯线。当我们知道倒数第二针的时候，大家看啊 ，one two 啊，在倒数第二针的位置的时候，依然再加一针。另外一侧每次都在倒数第二针的位置来加针，这一点基本上是贯穿于我们整件衣服的编织的这个环节。最后一针啊，最后一针原样给它织好。好了。这时候你的细针部分啊，你发现了吗？就已经被完全的替换出来了，我们就把它拿到一边，不用理会它，不用它织了啊。然后翻过来，翻过来，依然用我们的粗针啊，两头现在都是粗针了啊，用粗针来继续完成它。反面没有丝毫变化，按原有针数来。由于你刚刚在这一行加过针，所以织反面的前几针要小心，不要掉针啊。我们在正针的正面，这正针这一侧的右侧已经有记号别扣在那儿标记着了啊，所以在这一位置，同时它也是在提醒着我们加针的这个位置啊。你看我们之前在这加的针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的这个别扣啊，就是区分正反面这个别扣就可以给它卸下来了啊，只保持这一侧。只要你看到右边这儿有针，那么就是织正针的位置。现在你可能看不出来，一会儿当你加过几次针之后，这一位置就会非常明显。因为我每次加完针之后都要在第一针位置套上一个别扣，你们也按照这个来，听到了吗？这行不需要加针，按照原有针数织完。现在立刻数你的针数啊，因为我们起了一共是16针，所以你的这个位置必须是18针才行，记住了吗？如果你的针数不够18针，那证明是你加针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两边都加针。如果你超过了18针，证明多加了，必须要控制住啊，保持住18针才行。好，反面依然是按照原有的针数给它完成啊，一定要记住，织袖子在反面没有啊，在加针的过程当中，反面没有任何一次加过针啊。我们需要一共加6次针，这6次都是在正面加的针，而且每次都是，你看啊，我们第一次是在第5行加的。第5行加4啊，第二次加就是第9行加，记住了吗？每次我们包括啊，如果是不包括织的那一行加针那一行，那叫3行啊，第4行加，看个啊不，那就是应该加上那一行，反正总之每次都在正面加就对了啊。好，你看我们又到了正面这一行啊，这一行又到了加针那一行。也就是我们加完针之后，这一行完成正针之后，反面按原针数值，再到正面不加不减，再到反面不加不减，再到正面，
这个位置要加针了啊，记住了吗？要增加，看还是原有的方法。加完针之后，在你的第一针的位置别上一个别扣，看到了吧？啊，别好之后提醒着我们自己，这一次已经加过针了，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啊，这一行是加针行，你不光是在刚刚这个位置要加针啊，一会儿到最后两针的位置你依然要加针，因为它是一个袖子，要满足左右两侧都加针才能够形成一个袖子的形状，明白了吧？好，大家看啊， one two， 我们在第二针这个位置啊再加针，这位置因为没有做过标记，所以很有可能会有些人会忘了啊，一定要提醒自己。好了，翻过来，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两次加针，我们现在给大家总结一下啊，我们这些位置完成了两次加针之后，你现在的总针数现在应该自己有一个想法啊，知道我们现在一共是多少针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给大家写好了啊，我们起针的时候一共是起了16针，在这一个位置啊起了16针，然后在边沿的地方啊，我们需要每四行啊，同学们，每四行我们要加一针，一共加6次，看到了吧？在它的两侧啊，每四行加一针，一共加6次，记住了吧？而且我们加的是左右同时加的啊，左右同时加，记住了吗？啊，加完6次之后，然后会有新的变化啊，记住。